朱丽人，我可以说两句吗？哎，你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在听到他的声音之后，就非常想和他有一些电子音乐上的合作，想要帮他制作和改编歌曲。所以在编曲上面，我用了大量的未来的声音设计，会融合到我们的音乐里。对不起，打断您说话一下。好，就是我觉得就很普通啊，就是就一般的 EDM 的歌曲就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很未来的东西，就是呈现出来的就有点差强人意。就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。其实你们俩一加一要大于二，大于二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一加一就是等于二，就很平常的。这个我也是头比较疼啊。哎，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？如果到后面，他如果单拎出来，你会同意吗？